BGM 出嚟先，色色 BGM 启动。大家准备好打 J 未啊？大家，我说咧，我有个建议咧，大家有冇试过好嬲、好嬲、好嬲、好嬲？即系例如你都喺网上面咧见到有啲键盘电视啦，或者有你留言一啲好过分嘅嘢啦，跟住你好嬲啦，我建议大家去打飞机。吓？即系咧，你想去做键盘电视之前咧，你去打咗飞机先。咁咧你就会冇咁嬲啦 ，OK？ 呢个系个 key point 嚟 ，OK？ 吓，你要释放你内心嘅邪恶，因为你内心嘅邪恶咧，佢顶住咗喺度。咁如果佢顶住咗喺度咧，你就要将佢释放出嚟，即系。咁咧嚟啦，我哋今日嘅星知识达人挑战 EP 1即系点啊？有 EP 2啊呢样嘢，最低系呢个零至五分，最高系呢个31至38分。诶，艾伦准备零分收皮咧，我又唔为你哋。OK， level 零常识级，安全套套要戴几多个先系最安全？我想讲咧，你哋有冇听过个单咧？咩 condom 反转戴呢单嘢咧？跟住咧，我直以为咧呢单嘢咧系好似嗰啲铲薯条潮闻啊、海婷潮闻啊，呢啲只系传闻咁嘅嘢啦。我最近半年先知咧，原来嗰条友系我识嘅人入面系识佢嘅咯。救命啊！呢条友真系存在噶。咁咧，咩可食用润滑液最大作用？喂，呢个版名应该摆喺 level 1啦，系咪啊？有冇人会饮润滑液解渴？即系含下嗰时咧，然之后咧你又好捻颈渴，跟住咧你就会饮嗰啲润滑液，甜嘅真可以当甜啊！点解你会知系甜噶？点解你会饮过润滑液噶？哇！刺激嘅你啦，大家一二我都系唔知咩嚟。四又系唔知咩嚟，呢个应该夹链头啊！喂，六呢个系咩嚟啊？六呢个有咩用噶？我想问，因为塞入去某啲窿入面噶，我想问。嚟嚟网购一次 ，OK？ 呢个台有1000赞，我就全部网购一次，跟住直播玩。Hey， how about you smash right there？ Smash right there！Come on, smash, smash, yeah! 哇，以下数字分别代表咩女性敏感带？喂，呢度乜嘢嚟啊？喂，真心，三系 G 点，系真系有 G 点噶。我以为系嗰啲 H 漫入面扭咗出嚟话有 G 点。唔系啊，喺边度插入去啊？想问，同埋呢度系窿咧，吓点样插入去啊？我系咪呢度插入去啊？二系尿道。佢冇尿道口俾我哋搞啊，佢得 A 点啫。我见嗰啲 H 漫咧画嗰啲子宫通常都系咁嘅样啊。嗰个膀胱嚟啊，吓呢个唔系子宫嚟啊，吓子宫系四咧？我唔信，我睇嗰啲 X 漫入面画嗰啲环节面子宫全部都系呢个样噶啦，依一定系子宫嚟。我睇嗰啲 X 漫全部都系佢射入去嗰时嘅一个。嘅包嘅嘢系兜住嗰啲米精哇！大家最熟悉嘅嘢嚟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龟头、马眼、马眼应该系屎眼咁解系嘛？啊，佢要睇边一个男性敏感带系配对正确？我系冇呢个丁丁嘅人，我唔识系好正常嘅咯。如果我有 JJ 嘅话，会有好多好处咯。例如可以读 USB 窿，吓你哋唔会咁做嘅咩？阴茎骨折系指边一个地方损伤？吓唔知喎、啊，大家可唔可以依家截断自己条 J， 跟住话俾我知边一个地方损咗？整断咗之后咧，可以去听个威风堂堂。跟住咧，我就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咧，就会即刻起机咁样。What the晒绿啲嚟啦，有 J
我有最可以用嚟读嘢 ，OK？ 我平时插呢个 USB 之前咧，都系用自己条 J 读下个窿，睇下呢个 USB 应该插正面定反面。跟住咧，我用我条 J 去感应咗个 USB 窿之后咧，我就会知道嗰个 USB 掣系要插正面。